你这不就从下往上拍了吗？觉得没开美颜。我给你换，你我给你等会儿，你看一下，你感觉。我觉得这样更丑了。亮点，暗点，这样关。嗯。一档。亮。一档。嗯。我直接点开你直播看不就好了？这样感觉好，脸更大。那你把头发再往前撸两条，往前盖的。嗯，你更新了吗？没更新。我更新一下。太丑了，跟男的一样。你穿个漂亮的衣服不就好了？你戴上那条鸭尾脖，鸟尾脖。有瘦脸功能就好。之前我看他们有那个贴图，但我不知道哪来的。我先更个新。我一会儿马上就要开始吃了。吃。什么贴图？嗯，之前看他们我要开始吃了，我要吃这个了。表情，我刚才去微波炉热了30秒。你快点，你吃完好吃告诉我，我就去热。我要开始吃脏脏包了，好奇没吃过，所以买了。好奇，他说这位小姐姐真好看，就是没气质。嗯，不知道，没气质。啊，那谁有气质？请问，你没气质？我现在就想吃。谁有气质？他说等会儿人太少了，我知道，我等会儿人就会多吗？你先吃，不够就分你一半。哎呀，我现在不想吃，因为我吃完脏脏包还要吃别的好吃的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赶紧吃完这个吃别的。对，脏脏包，我不知道它有多脏，我刚才热了30秒，然后噔噔香，仿佛有点香。我觉得盖个什么东西，不然我的衣服就脏脏了。嗯，有理有理。就长这样，就这样。吃不？这么大的脏脏包，吃吧，好吃就。因为就是巧克力面包啊，这就是巧克力面包吧。嗯。脏脏了，我要吃了，我吃了，吃啊，快点，快，着急我。没脏啊。有馅儿吗？馅儿在里头。你哪，你吃到馅儿，叫 call me。再远一点。就是巧克力面包的味儿，没有怎么样。我再吃吃。怎么样啊？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我就留着明天吃。就没有那么美味。对，可能我放的时间长了。啊？那我要是放到明天，岂不是更长了？因为。
里头是啥？巧克力吗？也不是，就里头是巧克力的酱，但它没有流出来，就显得不美味。我早上吃那也没有，而且我没脏。你，它本来就不是让你吃了你变脏的。对啊，不脏啊！你想要不脏？本来就不会脏。你又不是小屁孩，你吃怎么会脏？屁孩吃小屁孩就脏。脏脏包不是说脏吗？他脏你不脏？有人说我买的不好，那再买，我们改天。吃一辈子，把所有淘宝上的脏脏包全吃遍，还买不好？不信？鞋放地上踩一踩就脏了。我不要你踩，你踩我不要，嫌弃。对，你哪都不脏。脏就不脏，叫什么叫？叫不叫？不叫？你想多脏啊？就满脸都是脏。你脸那么大，他弄不到你们。嗯哼，干嘛？就是有巧克力酱的地方比较好吃。我跟你分一半吧。嗯，就是那个中间巧克力酱也不是很好吃。嗯，就不好吃嘛，你直说了就不好吃。那我再考虑一下，我都饱了。我往脸上抹抹就脏。你故意吃脏不就好？你就边吃。吃的这么文明，文明人就该文明吃。野蛮人吃的就应该野蛮的人吃吧。嗯，王嘉玲那还有一个呢，干嘛要给他吃一口？他一会儿自己吃那一个不就行？我根本吃不完，我还得还你一半呢。不是，我吃不完，饱死了。是有点干，你帮我开个这个酒吗？就加多宝吧。嗯，算了，喝那个菠萝味儿的那个。加多宝我有冰的，纸盒装的。不要，我要菠萝味儿的那个。那你啊，你没事，我想让你。哎呀，披萨是什么？那我想吃披萨了，是吧？嗯，菠萝的。那个雪虫派还在，你开开，这要热吗？巧克力包，我热30秒。你觉得需要热吗？嗯，一定要。我不懒得出去。嗯，哎，怎么开？听到九九撒娇，他怎么撒？我哪有撒娇啊？你幻听了吧，大哥？没牛奶显得不完整，我不想喝牛奶。哎呀，我旁边还有一把酸辣粉呢。哎呀，不行，干嘛？楼脏了，吓死我！还会哪有虫呢？楼，幸亏垫了个毯子。垫了谁的毯子？嗯，他也听到撒娇了，怎么撒的？你我看哪有撒娇啊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不是很好吃，就是不好吃嘛。前面说吃不下去，今天一吃。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不知道。讲什么呢？你在说胡话。好喝，好喝啊！就是汽水味儿啊！哪来？不如吃奶黄包。嗯，不行，吃奶黄包我还是想吃巧克力包。我喜欢巧克力。嗯，啊，我的一半胃就留给了脏脏包。
对，我帽子上是披萨，我想吃披萨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我昨天，我前天你本来是想吃披萨，你最后不是选了全家桶？不是我逼你，全家桶也好吃。你说说你这人，我对贪，我对脏脏包失望。哎呀，嗯，你这样搞得我都不想开了。我撑着。嗯，你别撑着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是撑着的，我很纠结。我虽然很想尝一尝，要不你留一口我吃这个？这你都没馅儿了。哎，没事，反正你馅儿包。我不想再吃你那个脏包，下次吃干净包。嗯，嗯。等会儿我吃完，我手脏不能。嗯，我不想吃。我吃完了。嗯，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。我还去洗个手。嗯，别洗手。你吃完了，把这也吃了。嗯，不能吃。这是脏脏包，我要去洗手。等一下，我去洗手。好吧，回来。你是猪啊，哪还吃得下呀？哎呦，哎呦喂，难受吧？我那胃可难受。我洗头了，就是我现在发型太丑。我终于可以吃酸辣粉了。嗯，脏脏包太腻了。我吃第二顿，诺诺。你猪啊！你猪啊！我能吃好多呢。我知道你是猪。再放点什么音乐。嗯，我不想吃肯德基圣诞桶，但我想吃那个薯片什么鸡？脆皮炸鸡。对，薯片脆皮炸鸡。可我不想吃脏脏包，再也不想吃。啊，你这样我还没吃我就没兴趣了。哎呀，害得我现在吃酸辣粉都不酸辣。嗯。我没兴趣怎么办？我都可以放点什么歌好呢？不知道放什么。留给黎宁的搜了吧。哎，对，嗯。你别了，我不想放他的歌，我怕我会死掉。张老师是谁呀？张张啊。不是。
我只知道宋老师。宋老师，嗯，隔壁那个。打张脸，我就说我肯定没有理解错。那不是大老师？那不是大老师吗？就关了，因为我看直播就是吃脏脏包，现在我那这还有一个你继续、没有什么特地化武装直播，我出去了。嗯，什么结果很失望？对，脏脏棒很失望。巧克力脏脏包，就是这白什么东西？我想戴帽子。说我平安夜把圣诞袜挂床头，第二天会有礼物吗？王嘉玲，啊，王嘉玲，怎么了，王嘉玲？有点冷啊，喝口水啊。你说会不会有礼物？好奇怪呀，会有吗？哈哈哈哈！啊，西呢？会吗？会不会啊？当当，会有吗？会有吗？没有。老我们房间没窗户和烟囱，不会有。哈，这麻烦。买个贴画。有空调洞。哎，里面会出多出另外一半袜子。结果起来，我圣诞袜里是内衣内裤，也不知道是谁放。就是。谁放的呀？不知道。我那天晚上睡觉不关门了，圣诞老人会进来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不会？不会。蟑螂什么全往房间里。你们会进？圣诞老王能从隔壁进？好吧。
我在吃饭。这是 Card 的歌，我吃饱了。你老戴这顶帽子，放不下它。只会这一句话，和谢天一真漂亮，你没话说了，你就我尝了呀。我是小猪佩奇。哎呀，疯了吧！疯了吧你！耶！我最近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没有。乔治，聋了。是这首歌，
我准备要关直播了。别，你还有个包没吃呢。我不想吃。你吃，你给我吃。我不想吃了。给我吃。哎呀，怎么拍那么多照片？天，麻烦的。来。我准备要关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看，没有，没有不开，迟早会有。哎，夕阳西下，没什么可。给我发接下来几天的图。帽子不掉啊，你动动它才掉。废话，什么东西它帽子会自己掉啊？都是得动动才掉。可以出一本个人写真的、我俩什么时候能跳双生花呢？现在公演才刚上，又不缺人，你让我俩跟老总说我俩要跳吗？我俩戴着帽子，你看那女的，她晃的一点食欲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她怎么不激动了？啊哈！哎，帽子怎么不动了？你把球往后扔下，你把那个杆儿戳，它卡在那个帽子，对，哎，卡在那个。哎，你这还叫不脏脏啊？撒我一桌！把美颜开大一点，原来我刚刚看美颜都开的妞妞，开大脸上修容就被磨光了。完全没有食欲。哎呀，实话假话，现实生活。
来临再吃脏脏包。我还没吃着呢，我开开半天。脏脏包。嗯。撸个袖。你肯定没有转过来。好吃吗？我觉得不热，好吃。不热，那巧克力是个化，化物。里面的话好吃，里面的。我没偷拍，我偷拍了吗？他吃的好像很美味，没有，不美味。怎么这么干呢？太假了，为什么不微波炉转一下？为什么转？不想放一个。我今天就戴这顶帽子。好咸。我公演上没法这么好啊。怎么样？马骚，跟我早上吃的那个真是有的一比呀。难吃还是好吃？难吃。好丑，哪有馅儿啊？为什么直播没有瘦脸功能？你做梦。对，打的光。我是每次放一首歌就关。但是比我早上吃那什么浓型的玩意儿还好一点。我这两天发现，就是发现一首歌原来很好听，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没有觉得它好听。就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没觉得好听，没想到它那么好听。我还吃没饭。然后我想推荐给大家，因为这几天朋友圈都是这首歌，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，真的好听。Thank you.
现在关直播了，拜拜。这脏脏包真大，王佳宁还没吃完脏脏包。晚再见。晚安，啥哭了？我没哭。拜拜。晚安。